大家好，这是尼斯，为大家来原神的游戏视频。上期在这边发现了一个新的地牢，但好像还有个坑，应该是等级不够啊，所以说进不去。我看了一下这边的地形，这儿好像是一个峡谷之类的东西，总之是很低。我们要前进方向呢，应该是这个前方，好像在哪儿看见了一个，之前在高处看见一个存档或者说开地图那个塔，应该是什么神像吧？是，尤其是在高处，前面有个这个星星。尤其是在高处呢，我们是需要往高处爬。那这边我如果说顺道有箱的话呢，能开就开一下。我在这边看一下这个星星是在上边啊，还是在下边啊？果然是在下边。就等于回不去了是吧？这箱子在眼前，那就打一打。哦，还是这种东西。我是不是配？是配大剑了，这个。两下就完。上面还有一个，应该是这附近的这三个应该是都找齐了。下来，这个是意外的收获啊！总之是有了风，看一下这是什么挑战。感觉有点危险。
获得一个紫的花儿。不是可以这么看吗？生命值变多了，有元素。哇，这个花的肉点非常好啊，花应该是只能肉到生命值，但是它肉到了攻击力跟元素充能。这边元素充能，我在想我队伍中还有谁更适合元素充能，效率就是放大招，这个人的大招应该是尽量让他早点放，放完之后是去可以增加雷电的一个 debuff， 这个人的雷电 debuff 应该是最强的，他因为是一个远程，那个江陵的他那个喷火熊是由于射程比较近，攻击力是强，我估计就直接升级了。想不到这个是运气很不错啊，肉点是非常好，估计这个可以，我可以升级这个东西，之前好像有个可以，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强化。之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是什么成就系统还是什么，它是说让你升级这个圣遗物，到升级好像六个圣遗物到多少级。嗯，这个就尴尬了，新肉出来点是比较没有用的，再弄的应该是一个元素强化是吗，那个要是说再肉出来应该就是非常强了。就是说我每升一定等级会再多出一个新的属性吗，还是一个什么样子？这个现在再升级有点慢了。随机增加，也是每四级加一次是吗？加了攻击力哦。可能这个武器它的随机的附魔可能是有一个限制吧。目前这个四个应该是最多的，不太清楚还会肉好像。如果填满的话可能能肉出八个属性来。不清楚这个游戏系统有多随机，是最多肉八个，我这边是又肉到了一个攻击是还是什么。这个是很强了，再升级就是有点太效率太低了，其他的东西属性不好，所以说我一直没有升。这个属性是确实是不错。一个完美的东西应该是再肉到一个叫什么呀，元素精通应该就会。可能会很强，或者肉个什么暴击也可以。不过这个已经四个属性中有三个是攻击属性，另外一个是它常驻的，是没法改。应该是游戏中所有的花应该都是肉的，都是生命。我已经很强了，还是不错。那接着往哪儿走呢？这么走，我估摸着可能这都是山，可能要。这怎么在一个岛上啊？我的想法就是直接去。直接去走这山路，不爬山了。为什么要爬？刚才翼を切り裂きなさい。はあ、よいしょ、とりゃ。
就是这没有自动瞄准，有点神奇的一个东西。哇，这是什么设计？为什么我摄像机变这么奇怪了？因为我每次是77的时候都这个样子。怎么我刚才被弹飞了？东西在哪儿？我要挖那个东西在哪儿？在这儿。为什么没有？他们这个东西的瞄准就很神奇。又一个这玩意儿。一直带着它，不太清楚能是一直会带着呀，还是说就时间长就没了。还有吗？身上那个东西好像是没了。有些东西可以踩，但是找不到。这是萤火虫吗？我测试一下，这个是往上有 LE 吗？不太清楚了。
没有掉东西。那边是前进方向还是这边是前进方向？反正已经没有路了似的。跑歪了，应该不是说跑歪了，我就是沿这个山路走的，我这就接着沿大路走吧，那边好像是地牢的一条路。房顶上这是水帘洞吗？不是。信使的弓，三星。瞄准射击，命中要害，造成100的攻击力，额外的攻击力，相当于是翻倍，是吧？石油，石白还是什么？怎么会看成石油？这样就有点不清楚了。我觉得应该是。我蝴蝶先杀了，我先去往上爬吧。还有个东西，那边还有个东西。物品不能交互。断罪の名に。いた、かけっこしましょう。这个人就没起来过。应该是没东西吧，那边好还有个挑战。天上有那么一个东西，
飞天大御剑，好像这边开始掉新的武器。击败15秒，获得金球数恢复1%生命。这好像有个什么大剑，普攻、重攻提高6%，叠加。这个我们，已经开启过了，游戏不能，就是不能给一个提示之类的吗？这还有一个这东西，那个应该是开过了吧，还是没开过？记得之前开了一个，是这个吗？这已经开过了。楼上没准有，但是这时间我觉得可能不太够。这个附近有没有？我是没见到。那个东西已经消失了。也没有摔死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古华派。之前这个你试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其他的选项，修炼功法没有，好像没有选过，没有其他东西了。我以为会又给个一本什么古华派秘籍之类的。远处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个矿。我以为是直接给崩到楼下去了。但这个东西如果，算了，这边不小心探到了，那就赶紧捡了它吧。好，我再飞过去，应该是还来得及。刚才看见一丛叶子，我以为是史莱姆。
天，好危险！这是做什么的？这边那边还有个巨人，山顶上我看见一些花儿。这有点高，而且我一开始爬的时候费了太多的耐力。不好。我觉得就放弃了，那个太危险了。多的东西可以捡啊，先去前进方向把那个存档的东西石像给开启，开启之后呢，再就是直接传送，哇，这么高啊！这东西还下得来吗？上去了，我好像没有打到似的。这些都是一些挑战，是吧？对，开启宝箱，我觉得还是算了。我要断罪の名沸騰したよ沸騰。这怪为什么在往回跑？我的任务目标在哪儿？这东西在楼上，这么多蝴蝶。何者だ？なぜ勝手に絶雲の間に入った？近畿滅却の札。これは久しぶりに見たな。属性の人の手にまだ残っておったが、我は三眼五剣仙人、昨月蓄養神君だ。旅人よ、なぜこの地を訪れた？実は。犯人がいたぞ！こんなところまで逃げていたとは。隊長、これ以上絶雲の間には入れませんよ。仕方ないだろう。犯人を捕らえるのが最優先だ。騒々しい。彼らを送り返せ。だが殺生をしてはならぬ。哇，这么多人。断罪のな。熱々でしょ？拿个大刀。ちょ。社会の異常。とりゃ。はあ？話が通じないなら叩くまででしょう。よっしゃ。うん？よっしゃ。还有人。20个，天哪！かけっこしましょう。黒き翼よ、昼夜を切
きなさい。よいしょ。这边的我的这个大招好像一直大，就等于是人多就是可以基本无限发，是吗？哇，又好了，天哪！又好了，还没有 ，DD 还没有结束。不是说不让杀生吗？我们杀了二十个。さて、本題に戻ろう。旅人よ、来訪の理由を述べよ。実は、言語道断、実に嘆かわしい。リーユエ七世、失望したぞ。ゲイセン儀式の途中でテイ君が暗殺された上に。他现在提到这个东西，其实我一开始就觉得，为什么召唤请仙他是能直接是行刺，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这个人已经死了，然后这帮人是没有办法，就直接是利用了这么一个仪式，然后相当于是能公布这个帝君已经死的一个消息。感觉好奇怪啊，为什么召唤下来直接就死了？旅人よ、汝が濡れ衣を着せられていることは理解した。而且我也是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当时说谁可疑？海蒙为什么说我们可疑？我に一つ案がある。しかし、我の独断では危うい。仙人たちに知らせる必要があるだろう。その禁忌滅却の札を持って、李水上山神君、龍雲釈風神君。この二人はここにおるが、会えるかどうかは縁次第だ。流れに身を任せるとよい。それともう一人、高魔大聖の御法夜叉がおる。かの者には防除旅館に行けば会えるだろう。那个什么旅站应该是之前我们去过的那个地方。惊变。这个是叠山还有东西吗？啊，就等于是直接分成支线任务了。好吧，这样那东西在我们的这个顶上是吧？我觉得这边应该是继续爬山。他说这是我们来的位置，我有点想不起来了。这是什么？又是那个地鼠吗？他是在消失，我不太清楚，一直让他消失的会可能就直接消失了吧。这花是在发光还。现在就是不停的往山上爬，这些东西这个倒是可以。熱々でしょ？
还有一个。あつあつでしょ？还有。あつあつでしょ？还有。看到了，要是导致有这么多，我就直接换人了。没想到，没想到有这么多。这下面有四个箭头，所以说是有四个吗？还是只是一个巧合？这是个什么东西？秘密的臂章，仙人居所。我们现在就等于是要我觉得应该是弄个什么风之类的吧，要不然的话，对我感觉很有点太高了。那还有一个东西，断罪の名において。我觉得爬到这个顶上去。为什么那个树没有抱上？我右边那个地儿我不太清楚能不能站上，我就不去，我就不往那边弄了。然后这地儿也不高，不高了吧？不高了。这都是什么构造？阅读，需三山叩首，日月星辉。发光的鸟。哦，有个传送点儿，那就好办了。
哦，这边过冷冻化，我刚才想开地图的。这个有点远啊。这个真的飞得过去吗？我现在有点担心我耐力够不够用。刚才耐力，如果我直接扒上，然后没耐了，可能就直接摔死了。像这个东西我知道是一直没有开，我觉得现在开了吧。这地儿好高啊，我在想如果打个落下攻击能摔多少血。这地儿探索起来估计会花上很多时间。这边还有吧，
这个人我没记错的话，他是有一个飞行减20%耐力消耗的一个被动。我这腿是在卡墙里了是吗？这是什么姿势？这是身高的差距是吗？怎么又改另外一只脚了？什么姿势？好吧，不弄了。但应该就仨吧，之前好像看着就是仨。开启。一个风，这个到时候会对探索非常有帮助。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个？哇，天哪，没有扒上去，我以为掉下去了。怎么看风景啊，这么多箱子。古人的酒杯。这也太坑了，食谱边跳墙，楼顶还有东西吗？这游戏好像什么都能爬。这个应该就是整个地图最高的地方了，是吧？看一下，做个试验。
我写不满，其实这个事件做的也不是特别好。嗯，好吧，基本上就可以确我、哦、这个有点坑，有点坑。我的队伍不对，哎，我队伍是对的。好对，这等于刚才那个地儿已经是真的是够高的了，这么高度都是没有摔死的话，基本就是可以确定这个游戏中你只要是跌落伤害，基本上是可以用这个落下攻击来免疫的，只能说免疫吧，应该不会说是，除非你是血少。那刚才那个高度我觉得已经非常的高了。这样就完全乱了。这蛤蟆三只。对，我来这儿是把这个东西拿到。啊，这，这东西到底叫什么？就是好像是，跟够不到高。之前有这教学教。还是飞不够，飞够了。教学好像是让你摁 G， 然后有，现在我是摁不到了。游戏里可能有图鉴之类的东西吧，我是没有。我之前好像是尝试自己去找过，没有找到，不太清楚我找的不够仔细还是什么。那这边就刚才是。一个在做试验，我们现在回去，因为这个山顶好像还有一个任务目标，在这边。哦，这个地儿让我们飞高是吧？飞高的话，我觉得高度应该是够了，耐力够不够再说吧。如果不够呢，最坏的打算就是直接打一个落下攻击，应该是摔不死的。嗯，还有上升气流。又有上升气流，这个黄的大不拉几的这么一块东西可以踩吗？
哇，这么大一块，这个也可以踩。真是史莱姆。这有点尴尬了。为什么不能切换角色？仙人様、お助けください。お願いします。俺ら兄弟に慈悲を。仙人様、どうか、どうか。お前は誰だ？どこから？こっちが聞いてるのに。あ、この絶雲の間を安全に行き来できるってことは、なるほど。以为我们是人间。あなたはきっと仙人の使いなのだな。俺ら兄弟を助けるため、仙人様が使わせた使者なのだろう。ちょっと、この人何言ってるかわかんない。で、有一个会飞的仙使。慈悲深き仙人の使いを、どうか助けてほしい。俺ら兄弟は貧困に苦しんでいただけなんだ。だから、古老山の琥珀に宝があるって話を聞いて、魔が差してしまった。虎牢山就等于是琥珀的意思。琥珀から掘り出した宝を売って、家計の私にしようと。だが宝を探すため山道に沿って登っていたら、俺の兄弟が琥珀に。我在看这个东西，就是之前好像是打出一个史莱姆，也就是说。もう怖くて怖くて、俺は一目散にここまで逃げてきた。今になって考えると、仙人様の敷地に侵入してしまい、それで天罰を受け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。兄弟を助けたいが、どうしたらいいのかわからなかった。だから。ここでひたすら仙人に許しを請おうと。そしたら二人の仙人の使いが来てくれた。オイラたちは仙人の使いじゃないぞ。オイラたちも仙人を訪ねに来たんだ。いやいやいや、違いない。きっとあなたたちは仙人の使いだろう。リトーが閉じ込められた琥珀はこの山のどこかにある。慈悲深き仙人の使いをどうか助け出してほしい。仙人の使いを感謝いたします。もう二度とこんなことはしないと誓う。うわ、役になりきってる。しかも随分と仙人の使いっぽいな。仙人がどこにいるか聞きたかったけど、あいつ今は兄弟のことしか頭にないだろうな。確かリトーはこの古老山の琥珀に閉じ込められてるって言ってたよな。山道に沿って登ったらしいから、オイラたちは山道に沿って下へ行こう。周りの琥珀に気を止めながら人探しだ。这个有用吗？断罪の名において、就等于是我用这个火跟那个雷石反应的时候，它反应出来的，反出来的东西没法把你打坏。这么多琥珀，好吧。这还有个这么一个玩意儿，我先把那个东西给把你家找到。怎么往下飞？啊？
这还有风，有意思。这在哪儿？哦，这还有一块。这是什么地儿呢？有点不太清楚，还是先传过去吧。这个地儿真的就是好大，不但是平地的范围大，还有一个高度，现在是一个立体的探索，真的是我觉得探索起来要花好长的时间。看一下这期时间差不多，我觉得在这儿截一下，下一期呢应该就是去救一下这个人，好像有好多的琥珀要敲，敲完之后呢，这边好像还要之前是寻找三个神仙还是什么东西，总之是这些人需要去跟他们见面。具体情况呢，我们就下期再说了。这期呢，先落这儿了，也是相当喜欢的，我们下期见。